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今天是28号，二十八号，26号是佛祖日，就是阴历的4月初8，是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日。那我们就不用更多的解释了。阴历4月初8，那在世界各地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主要是佛教里面相应的一些盛事、一些大会、一些大的活动。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在韩国总统到了他当地的，应该是很有，我没有去过当地很有名的庙宇，去这个等于是参加这样的祭典的活动。结果在这个祭典活动当中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这个人就讲诡异的一幕，他用的是莲花，都是里面本来应该是点蜡烛的，现在都改成灯泡了，对不对？都改成灯泡了。这个，我说句心里话，这就完蛋了啊！这是灯泡的，结果这灯泡呢，灯泡也出了诡异的状况。这是应该是庙里的主持，那是总统，所以你可以看到主持的那个灯呢，当它亮的时候，那个莲花是白的，结果总统手里这个莲花灯呢没亮。你看起来就是莲花瓣的那种粉红色，这总统挺拽，他没亮嘛，没亮，然后他就这么拜三下之后呢，他就跟旁边是个女生了，他说这灯没亮，那女生就想去帮他，那主持一看见灯不亮呢，主持就马上帮他了，啊，马上帮他，主持就把自己的灯跟这个总统换了，对吧？跟自己灯换了。换了之后他就又拜，对不对？他在拜，灯没亮了，你这事儿不好办的。一拜呢，那个灯到了总统手里头，他又不亮了。结果不亮的这个灯呢，到了这个主持手里面呢，四亮，亮一下不亮，不亮，亮一下不亮，就出了这种很诡异，这是其实是很忌讳的啊。那里面发这个贴的朋友呢，这是叫什么？是他就是说这么段故事了。他说这是很诡异，他并没有解释出什么。他接过了莲花灯，结果花灯不久后就灭了。主持手中的花是亮的，他向工作人员示意，然后主持过来解围，把自己的花灯给了总统。结果到了总统手里的花就亮了，而那之前不亮的那个呢，到了主持手里面呢，灯就又亮了。那其实没有，它是一举起来亮了，一放下来又灭了。好，有没有？当然你可以说是他做灯的电池有问题啊，连接有问题，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啊，你怎么解释都可以。那关键就是说你放电池也好，放灯泡也好，为什么那个灯到了总统手里头它就不亮了啊？这是关键，到了他手里就不亮了。那之前在主持手里面那个灯一直是亮的，而在总统手里不亮的灯给了主持之后呢，主持是举起来就亮了，放下来就不亮了。我相信科学的很多朋友会说，这就是接触不良，对不对？那电池接触不良是很正常的，那是韩国，对不对？那韩国这么大的盛事，总统要去给这个佛祖来拜，做拜，它不亮了，难道那是中国做的？就是我说这不良产品可以到这份上，那你从各个角度来讲，从这个庙里面，当他要去做这样的法事的时候，他肯定要把自己的贡品祭品要查一遍，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如果连查都不查，就给他一个假冒伪劣产品，中国制造，在韩国使用了中国制造，那不一定是中国制造，没有韩国制造，那韩国制造质量也就不过如此。你在科学的层面，在技术的层面，你可以做任何解释，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真的不是问题，你都可以找出它的理由。那以后他们会不会找出什么理由？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解释了，昨天我节目中就说了，我说你看吧，很诡异的故事开始出现了，很诡异。从德桑迪斯的这个，从德桑在推特空间的这种崩盘，然后我们看到了在星期五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那个修女4年身体不符，
然后等大概昨天吧，又跟大家分享那个濒死经验，然后那一直到今天，这我们又看到那个金字塔神秘数字。昨天我节目中就说，我说很怪，现在新闻很怪，会出现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那我今天刚才那个节目还跟大家解释，我说马斯克一定遭遇了一个他的不可抗拒力，那这份不可抗拒力让他很恼火。刚才节目中一直跟他这么讲。人说涛哥，你到底想说什么？人不相信的一切，展现在现实的人的层面。人不相信的一切，展现着现实当中的一切。那在跟随着这个时间，就是在这个同一个时间点上，有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大家报过了。在26号，佛祖日的当天。马斯克宣布自己是马斯克宣布美国的药品监管局允许马斯克制造人脑芯片。我们可几期节目中都跟大家说了，对吧？制造人脑芯片，人的肉体是可以克隆的，在今天中共国有了，克隆一个肉体，再做出人脑芯片，男女不需要生孩子了。对不对？你也不用打胎了，女人们你可以拥有保持欢乐了，但是欢乐的代价要不久一定被这些掌控者把你杀掉，把你毁掉。因为有着神性的人对于人工智能是最大的威胁，那是人工智能的天敌。刚才你听懂我说的意思了。那今天克隆人肯定是非常简单的，只不过把这个技术给 hold 住了。因为仅仅克隆一个人，他没有大脑，他有大脑可以克隆出来，他没有思想，没有被灌输的概念，克隆出来的人没办法上哈佛跟你孙子一起读孙子，是不是？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进去的一个魂魄。马斯克在佛祖日这天。接到了美国政府最高机构的许可，你去造一个人造的神精神，人造的你的灵魂。什么人脑芯片？不就是人的人造灵魂吗？那你给人活着的人，就是自然的人，给人家当孙子，人家不干，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但它发生在佛祖日这一天。那在而作为佛教在韩国是非常盛行的，对吧？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它，比如说延伸下来的是什么。那在日本呢，延伸下来其实是这个禅宗了，基本都是禅宗了。但是韩国是什么？我并不清楚。但他们竟是跟随着。原来佛祖日的故事，在佛祖日上出现这样现象，同时间在美国出现了人造，这是跟神佛的对立，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当灯灭了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解读成这是今天在佛祖的本身上对神的对人的警示。佛祖对应的是人类啊。有朋友说涛哥，你别。你们是女娲造的，我昨天节目中说你们是女娲造的，我是上帝造的。我怎么说呢？就是当人们知道的造人的神，就是什么女娲也好，那个神也好，七天造人。其实搞不好，这话不好说，说完人不高兴了。昨天我们讲那故事，369，说为什么有369？其实369的神性更高。369的神性更高，就是它揭示着背书的东西高。那个东西呢，就会揭示出被人知道的神和不被人知道的神。那不被人知道的神，是因为人太低了，对不对？如果人太低了，那谁造人呢？太高的神造人脏了神的手。其实有这故事在里头。
那这是，我们就讲这故事了，我们只能说讲这故事了。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场面，那这是对应的，所以我愿意把它解读成，这是等同的，在 AI 的一系列的这种运作之下，那马斯克再次走到最前列，对吧？人脑芯片加上你现在的 ChatGPT，为什么需要人？人工智能的一切将占有社会，占有人类。人工智能的一切可以窃得神造的人的身体。那意味着什么？末日，人类的末日的道理。在佛祖日这一天，在揭示这一刻，它是相生相克对应的，对吧？那释迦牟尼佛传的东西，你要永远记住，释迦牟尼佛告诉了人类社会。有未来佛，也就是说，佛祖当初就承认他不是唯一的，佛祖不是唯一的，而真正唯一对人类的拯救是未来佛，而不是释迦牟尼佛。当在释迦牟尼佛在佛经如此绵延2500多年的过程中。人开始自己造自己了，不就是败落的过程？西方的宗教有些朋友不太愿意接受了，那而这个东西呢，又是从西方宗教过来，对不对？也就是当初在西方说上帝造了人之后，然后延续到今天，马斯克干这么一把，人类社会干这么一把，今天西方社会就是信。基督的、信耶稣的、信天主的，你们对这神的相信，远远不足于你对科学的信任。你对神的相信呢，只不过是在你无聊的时候、你苦难的时候、你慰藉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想起了神。在开车怕出事的时候，你把神挂在窗户上，挂在你风挡上，把十字架挂在。对不对？是因为你在所有的地方，都让神像你的仆人一样，在保护着你，在服务着你。这是宗教败落啊，而这东西是普世的。你看汽车上挂的东西，我跟你坦白跟你说，不能挂，哪能那么挂呀？哎，他你。佛，那神是不是你的仆人？那你出事了，你还得说这东西不管用啊！才，侯宝林的相声就这么说的。姜昆也这么，也类似有相声中这么解释过。所以我愿意把它解读成是人的败落了。那这一份败落在时间上，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真真正正的唯一的就是时间是个神，时间是最真实的。时间点上的碰应，就是对人的莫大的启示。人完蛋了，人不能自救了，完蛋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佛祖也没招了，就要退了，灯不亮了。那谁干的？人的手干，人干，人把这东西一托起来，完蛋了，对不对？一边是总统，一边是主持，就是说你宗教也好，你国家政府也好，今天完蛋了，没救了。没救了，但我坚持以为哈，就是刚才说的，佛祖说了有未来佛，那西方宗教说有弥赛亚，基督教一定说那耶稣就是弥赛亚，那是你的认识，那是你的认识，那这种认识我刚才也做了对等了，很多人汽车里头挂十字架，你为什么敢挂？是让神。保护你，对不对？神是你的仆人，那十字架是当初耶稣被钉在上头，你让他永远钉在上头，替你赎罪。那你是谁？所以宗教不灵了，他连理解上都理解不了，你哪里有敬仰？对吧？说你管神叫父，
你把你爹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么钉着。所以这是不多少年就已经完了，不是一年两年嘞，对吧？不是一年两年啊，只剩了衣钵，穿西服不是老外。你们现在理解宗教的理解，说穿上西服就是外国人了，放他个驴烟屁也不是啊，就这么肤浅。天天读经，也不知道读的什么。遍地都是文化人，你读书吗？遍地都是文化人，遍地都有教养，遍地都懂得礼貌，遍地都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其实你是最野蛮的，穿着衣服的流氓。